起来，快点啊！双手拿着，或者跪着呢。哎，那边快点，快点，摆整齐。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了，邀请名单必须仔仔细细的再核对一遍。是，关于酒会的流程，回头让赵经理去趟总管部，好，看看有没有删减的地方。 挺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先去忙吧。好的，你先去忙吧，有事再说。明白。谢总，这又没有外人，不用一口一个谢总的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还有几项细节没有落实。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情，这次酒会对谢氏集团至关重要。 所以，你要好好准备准备。。明白了，谢总。 这段时间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爽的？尽管说出来，别压着。少爷，是你想多了。是我想多了，还是你当我白痴啊？ 你回来之后明显就跟以前不一样。可能是最近太忙了吧。行了行了，当我没说。晚饭吃什么？是在家还是有指定的餐厅？回家，给我做牛排。是，少爷。 少爷，马上就好了，再等一下。现在不是工作时间吗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说话！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人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跟以前一样。少爷，不一样了。 我们都长大了，应该成熟一点。如果再像以前那样，别人该误会的。做你自己的吧，我不吃了。 小念，小念，你睡了吗？小念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。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会发生了，我保证。不管你什么样，在我心里都一样。所以。 别再躲我了，好吗？
你是不是要去酒店？我不吃了。以后洗澡记得锁门啊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个，你一会儿去格美工作室把我的西装拿回来。酒会是5点，作为主办方千万不能迟到。好，明白了。那有事给我打电话。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唐宁会所。然后这趟街，唐宁街就是第9、第10、第11、第12、第13、第14、第15、第16、第17、第18、第19、第20、第21、第22、第23、第24、第25、第26、第27、第28、第29、第30、第31、第32、第33、第34、第35、第36、第37、第38、第39、第40、第41、第42、第43、第44、第45、第46、第47、第18、第19、第20、第21、第22、第23、第24、第25、第26、第27、第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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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、第19、第20、第21、第22、第
找回来了。听说柯老爷去世前给了他20%的股份，现在柯家人恨死他了。不好意思，稍等我一下。私人办公会所。啊？这是我的侄子。什么子？何总。柯总长您好，这位是？他是我外甥。原来是柯公子嘛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存心来捣乱是不是？我们柯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表哥说今天不过是场家常便饭，让我打完了球直接过来。你赶紧回家换套衣服再来。二舅，重点不在于我换什么衣服，而是我该不该来吧。别给我惹事，赶紧回家去。我饿了，吃饱了再走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干嘛？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柯洛，等你半天了。怎么才来啊？柯董事长，我是谢氏集团的舒念，也是柯洛的好朋友，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您不介意我借点时间好好跟他叙叙旧吧？吃吧。不是饿了吗？谢氏集团怪不得走那么急，进了这么大一个金库，谁还稀罕那破房子？我那天有点事情，我又没有你的电话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用不着，反正像我这样子的人本来也不该有什么朋友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我向你道歉。作为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度一点？你说呢？你愿意当我朋友？当然了，我们早不就是朋友了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和谢氏集团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个普通员工。好吧，你不说。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小孩子问题可真多呀，问吧。你是不是喜欢男人？哈哈，被我说对了。而且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这个人就是柯洛。小念，少爷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害得我找了你半天。对不起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你也得在我身边待着。这位就是柯家小少爷吧？你好。你好啊，谢岩。少爷，大家都在等您呢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手机给我用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好了，这下就怕你找不到我了。我们都有联系方式了。好的，电话联系。
你什么时候跟那小子认识的？在酒吧打工的时候。酒吧？那种地方的人以后少接触，麻烦你有点安全意识。他很安全。你凭什么以为他？他也是教会孤儿院的。我要和董事长去外地出趟差，大概半个月左右。你给我好好的工作，我会给家里的座机打电话。如果你接不到我的电话超过三次，我饶不了你。那如果我在公司加班呢？我已经跟他们交代过了，我出差的这段时间，你不允许加班。好吧，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柯洛。不是让你别等我了吗？怎么一口没吃啊？你要再不来啊，我就把自己饿死。吃吧吃吧，这么多菜，应该有你爱吃的。就我们两个人吗？对啊，二人世界不好吗？那你点的也太多了，我们也吃不完啊。切，那有什么，反正我有的是钱。那我们就大开世界吧，争取一扫而光。嗯，你多吃点。柯洛，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，非亲非故的，却救了我两次。第一次呢，是把我捡回家；第二次呢，是在酒会上，帮我甩开那个讨人厌的老变态。不客气。可是，是不是换做任何人，你都会这么做呀？又来了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不会随便把陌生人带回家的，更不会插手别人的家务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都是没人在意的孤儿。好吧，你不说。时间还早，要不然去我家坐坐。下次吧，不过我可以送你回家。这么晚了，要不然你家人是不是又该……我没有家里人，我一个人住。走吧，反正到了我家门口，不用我邀请，你也会很有兴趣去看看的。柯洛，你家？对啊，我的就在楼上，走吧，走吧。那天我来找你啊，正好遇上房东大姐，她说你连夜就搬走了，连声招呼都没有打，所以我就把这房子给租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在学校住了。那这离你学校太远了，而且环境还这么差。你那辆东西没带走，
我想哪天你要回来取的话，我就能再遇见你了。这个盒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呀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一些老照片，我也是替别人保管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就放在我这儿吧，我来帮你保管。不用了，还是物归原主。可是你放在我这儿我比较放心啊，这样我要约你的话你就不敢不出来了。想约我的话随时都可以啊，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答应。真的？那你明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明天那要等我下班以后了。可以啊，明天我想去看电影，听说最近有部新上映的片子还挺不错的。好。那后天呢？啊，后天是周末，我想出去玩，可是我又没驾照，打车又不方便。好吧，那我开车送你去。那你周末应该都有时间吧？能把时间都留给我吗？现在我还不太能确定。我现在在上学，除了上课就是一个人待着，真的好无聊啊。好了好了，不是还有我这个朋友陪着你吗？真的？真的。嗯，你该不会是想拿回这个盒子所以才……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今天晚上先把它拿走，然后你再看我明天后天有没有兑现我的承诺。嗯，好吧，反正我留着它也没什么用，那就先还给你吧。但是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喽。柯洛的出现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长大，孤儿院，我们都生活在高高在上的家族企业里，却都一样两手空空，得不到爱，所以我要保护他，像哥哥一样疼爱他，让自己不仅多了一个亲人，也少了时间去想那个人，那个永远都爱不到的人。淑念，你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回去补个觉就好了。要不然请假吧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别小题大做了，我确实有点累，天天跟着你这个小鬼风，不服老可不行。你不老？你一点都不老，我很快就会赶上你的。淑念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不会是你生日吧？没错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18岁成年了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们换个地方吧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不用，气氛也挺好的。再说你下午不是还得上班吗？嗯，那就等我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吃晚饭。嗯，那你下班以后来我家吧，我想吃你做的饭，可以吗？好啊，那我把蛋糕给你带过去。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礼物吗？这个当然有了。嗯，下班以后再说吧，7点到我家，不可以迟到。好，知道了。你一定要来啊，我会一直一直等你的。你要不来的话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保证6:50就出现在你家门口，放心了吧。啊，书记您好。书记您好。书记您好。书经理好。书经理好。书经理好。现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莫名其妙的冲我发火，你就小心点吧。书经理，谢总让您去他办公室，马上。书经理好，
舒经理好。舒经理好。舒经理好。谢总，记得我走之前说过，我会给家里的座机打电话。结果呢？每天晚上11点半，我连续打了一个星期，你一个都没接到。去哪儿了？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你才提前回来的吧？是不是跟姓柯的那个小子在一起？我打得挺火热呀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那点破事儿是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我没有。别忘了你是谢家的养子，谢氏的员工。麻烦你给我检点一点，不要丢我们谢家的人。谢总，这是我的私事。好，那我们来谈公事。自己看，这份由你经手的合同，后面居然给我少了一个零。你知道一个零对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吗？谈恋爱谈昏了头了是不是？这种低级的错误你也犯得出？对不起，谢总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，公司用不着你这种废物。是，还有，该你负责的，你必须要负责；该赔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是。赔不起，没关系。你不是还有你那位柯家小少爷吗？那小子有钱有势，手里还有柯家20%的股份。搭上他，你还怕没钱花吗？好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小念，少爷，感觉好点没？医生刚走，还有点晕。当然晕了，你个白痴，生病了也不知道叫医生，吓死我了。对不起。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啊，哪里有不舒服的话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听见没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合同。哎，那个就算了，当时我说的是气话，你就当没听见吧。可是确实是因为我一时疏忽造成的，我必须要负责任。你怎么负责？你连皮带骨头卖掉也值不了几个钱。再说了，你本来就是我的人，我负责跟你负责有什么区别？放心吧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嗯。小念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然我们吃了药再睡。几点了？快十点了。十点了，少爷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你干嘛去？你现在站都站不稳，出什么门？我跟克洛约好了，今天要给他过生日，他一定在等我了。不准去。但是。没什么但是，给我躺回去。
少爷，我真的非去不可。非去不可？我马上就回来。不行。少爷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不许再见那个人，马上跟他断绝关系。少爷，克洛他不是那样的人。放屁！你当我是瞎吗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不允许你再见他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快起来，地上凉，我们去沙发上坐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以为你不会来。你的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不来呢？还没吃饭吧？现在做恐怕也来不及了。我们先吃蛋糕，然后我再带你去吃宵夜，怎么样？淑妮，嗯，今天晚上别走了，留下来陪我吧。怎么了？我不是才刚来吗？可是你迟到了，而且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必须要听我的。可洛，其实像今天，你可以叫你那些朋友来啊，找他们来一起热闹热闹，多好啊！我只喜欢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好了，今天你过生日，你最大，都听你的。啊！你干什么？惩罚你喽？一是惩罚你，今天放我鸽子。二是，给你留个记号，让你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能想起我，就算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吧。真幼稚。不疼吧？我都没舍得用力呢。好了，赶快吹蜡烛吧，再不吹都过12点了。嗯。克洛，生日快乐！回来了，少爷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不用陪你的柯家少爷了吗？我还以为你走出了谢家的大门，另攀了高枝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没想到你脸皮这么厚，居然还有脸回来。少爷，我跟柯洛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放屁！你他妈当我是瞎吗？啊！你满脖子上的都是什么？你他妈不嫌丢人，我还嫌恶心。你是不是跟他上床了？说话！没有。你就这么缺男人吗？
连他那种小屁孩你都能将就，是不是只要是个男人就行？那我呢？我应该误他差吧？少爷，你干嘛？别碰我！放手！松手！少爷，少爷，别这样！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要跟踪你的，只是你走的时候还在发烧，我不太放心，所以才回去吧。那你呢？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去，等你病好了，你想去哪儿都行，我绝不拦着，好吗？淑念。手机给我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喂，说话呀！再不说我挂了。喂。怎么了？谁呀？不知道，可能打错了吧。你别收拾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去北京了，我要留在这儿。什么意思啊？除非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否则我哪儿都不去。
别闹了，你去北京市上学不是去玩，我干脆不合适。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？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。柯洛，你别闹了。淑妮，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可是我明天就要去北京了，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。这两个月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你应该也感觉到了吧，我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朋友。别说了，很晚了，赶快睡吧。淑妮，柯洛，你误会了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可我不想当你弟弟。到了北京后，柯家那些人再不会管你了，到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也要注意分寸，在学校要好好学习，多参加社团的活动，多交一些朋友。是因为谢言吗？跟他没关系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？到哪儿都一样，你就是我的弟弟，这点永远都改变不了。柯洛，你还年轻，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。等你大学一毕业，你就能以大股东的身份进入柯氏集团。到时候没有人再敢欺负你，没有人再对你说三道四。我们都是孤儿院里出来的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凡事只能靠自己。我不希望你以后活成我这个样子，所以一定要努力，不要把心思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，否则你就太让我失望了。盛开过你的岁月，枯萎的一生告别，爬满生出一株甘甜，我只见随你化蝶，只愿等你回来的季节。我困在零下的疆界，无法往前，试图原谅你的不甘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像这样抱着你。我会听你的话，以后想你的。淑妮，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，柯洛，对不起。Thank you.
听说没？柯家小少爷的20%的股份都到一个叫舒念的人手里了。真的假的？哟，这个叫舒念的本事也够大的呀。关于他得手的方法，柯家的说辞太难听。今天把他叫过来，就是让他难堪的。也难怪，那么多股份到一个外人的手里，不抓狂才怪。那他来了吗？早来了，在外边呢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说过了，我只是暂时替他保管这些股份，以后自然会还给他。他选择让谁来接管这些股份，是他的自由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柯夫人，他之所以选择我，不选择你们，是因为我比你们更像他的长辈，更尽职尽责。如果你们再这样恶意重伤我的话，我只能寻求法律的帮助。你们两个的那点破事儿，谁不知道？为了把股份弄到手，不知道给那个小杂种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不知羞耻。我还有事，就这样吧。站住！臭不要脸的，把股份交出来！跟他废什么话？小蝶，小蝶，小蝶，滚！你醒了，头还疼吗？少爷，又是您救了我，谢谢。小宁，搬回来吧。少爷，不，今晚别走了，明天也别走了，东西我叫别人去收拾。算了吧，少爷，今天搬回来，过不了几天还得搬走，来来回回这么多次，我真的累了。我们都长大了，别再这么玩了。小宁，我是认真的。你从8岁开始就喜欢把东西扔出去才让我捡回来，那时候你的力气可真大，总扔得那么远，我每一次都会很卖命的跑，不管你怎么缩短时间，我都会拼命的去跑。明知道我那点速度想让你满意根本不可能，但是我听到你的命令就会拼命的往前冲。可是我现在真的累了，跑不动了。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现在不一样。一样的，少爷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这样的人在你身边，过不了几天你就会觉得不自在，还是会赶我走。我说了，这一次不一样。少爷，今天就不麻烦你了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小念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什么？小念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对不起。少爷，你别再拿我寻开心了。不管你相不相信我，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从今往后，任何人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相信我。我不敢难过，只能沉默。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。我又重新回到了谢家，
回到了谢妍身边，一切都像做梦一样，假的不可思议。对，就是梦，一个因为占有欲引发的充满刺激的梦。等他的新鲜感过了，好奇心满足了，我的梦就该醒了。既然没有天长地久，不如趁现在好好拥有。谢妍，谢谢你留我在你身边。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手机，这个 M6 是美图手机的最新款。可是我有手机啊。这个不一样，打开通讯录。打开相册。这都是你一个人的照片，为什么叫我们呢？老爷，少爷他还在睡，要叫醒他吗？不用了，你跟我过来吧。老爷，你们这样多久了？少爷他从小就喜欢这样，喜欢抱着人睡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你好歹也是在谢家长大的，我们从没有把你当成外人，所以才拜托你好好照顾他。没想到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，不像话。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我们谢家的脸往哪儿放？少爷他就是年轻，不知道利害关系。可你该知道，他都28了，该娶妻生子了，不能再由着他胡闹。是。淑年，你们两个不会是认真的吧？你比小妍大2岁，也一向比她懂事。如果你还这样没有分寸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老爷，您放心，只要为了少爷好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好吧，我和高二洛的商总一直商量，安排小妍和他的独生女张燕见个面，可这小子死活不答应，搞得我们很头疼啊。您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，我会想办法尽快让他们见面的。你到哪儿了？好，那我等你啊，慢慢开。你好先生，请问有预定吗？有一个姓舒的。好，跟我来。
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一直拿你当儿子。老爷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我知道，这件事不能全怪你。小妍这孩子从小喜欢赖着你，可能你们两个在一起待的时间太久了，所以才一时昏了头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小燕呢？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回去。人都约出来了，你又给我出烂子。回去。爸，您不用再帮我安排什么相亲了，我是不会去。混账！谢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我和你妈辛苦了一辈子，没想到到头来你居然为一个男人，还是从孤儿院领出来的白眼狼，连自己的前途还有整个谢氏集团都不要了。别给我再提谢氏集团了，那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两个想在一起，要么给我滚出去，要么等我死了。少爷，今天你就回自己的房间睡吧。这么大了，总不能一直抱着我。少爷，叫谢爷。放手。我不放。为什么要我放手？你是不想跟我在一起，还是压根就不相信我？相不相信有什么用？反正我们没办法在一起。那我们要是不在这儿呢？小念，跟我走吧。我们离开谢家，离开谢氏集团，去一个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我们不是私奔，想回来随时可以。我只是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他们看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可是，没那么多可是的，你别管别人，只管自己行吗？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下午5点，春晖路口的咖啡馆见。我安排完公司的事情就去找你。等不到你，我会一直等下去的。今年的3个重点项目，4个子公司，还有一个度假村的落成，大家都有相应的负责人了吧？有什么不明白的赶紧问。好，那接下来有问题的话就交给范总，由他代表我全权处理。散会。谢总，谢总，大盛地产刚刚又来电话了。转给赵经理。赵经理刚递了辞呈。去找范总。谢总，那个说，您把最近的工作都安排出去了，是不是要出远门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有问题的话去找范总，实在解决不了再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可是，你就是谢岩啊？你谁呀？那天在马路上，又是劫车又是拍窗的，你忘了？一点印象都没了？哎呀，算了，这男人都健忘，那就当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。我叫夏君，你最新的相亲对象。这里是公司，谁让你来这里？我就是要来这里看看我未来的老公到底有多能干。不错嘛，不愧是大集团的继承人啊。看完了吗？看完出去吧，我对你没兴趣。话别说的那么绝，
这好歹是一场相亲，吃顿饭总免不了的。还是免了吧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既然吃不了饭，那就送我回家吧。这外面下着雨，我没开车也没带伞的，这点绅士风度你总该有吧。不瞒你说，这是我第13次相亲，要不是你妈和我妈亲自安排，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。真不好意思了，那预祝你第14次相亲顺利。拒绝得这么痛快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那个女朋友早分了。看来你早认出我了嘛。知道我为什么和她分手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不喜欢女人。有问题吗？太好了。爸，这个男人我要了。对，就谢家少爷。你们二老赶紧去为我筹备一下订婚的事儿吧。妈以后也别再装心脏病了。行行行，好嘞，先这样啊。你在这自说自话什么呢？放心，跟我订婚你绝对不会吃亏的，我保证不干涉你的一切自由。 OK？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像在开玩笑吗？我很认真的。婚姻这种事情对你来说用不着吧，随便找个人一接，换个耳根清净，还能遮人耳目。而且我呢还可以替你保密，我们人前演演夫妻，人后各玩各的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一会儿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呢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去哪，要不然的话，下车。你真的不考虑考虑啊？下车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假结婚吗？没兴趣，下车。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醒了，头很痛吧？就怕你醒得太早，所以我多垫了你几下，真不好意思。你他妈有病吧你！本来呀，不想让你遭罪的，谁让你不合作呢？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穿衣服回去吧，好好筹备一下我们婚礼的事儿。什么婚礼啊？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重点不是你干没干，而是我怎么说啊？这好歹呢，我们也算是过过夜了啊。我们家那二老啊，可是很传统的，你得做好这个负责任的心理准备。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啊！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是吧？你那么固执干嘛呀？像我这种既能把你从相亲苦海里解救出来，又能鼓励你去外面谈恋爱的老婆，上哪儿找去？你少他妈给我在这自以为是！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处理，轮不着你管。小妍这孩子呀，就是玩心重，等这个劲儿一过，就都回正轨了。哎，小妍，小念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有点事情耽搁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等多久，站了不到10分钟就走。小念，
你先出去吧，我要收拾一下东西。小念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赶紧去洗个热水澡，换一身衣服。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？真的不用你管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昨天的事情我跟你道歉，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是真心想带你走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。少爷，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你到底让我怎么办？我昨天一大早就去公司交接工作，要不是碰上那个疯女人……算了，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我跟你解释这么多也没有用。你会和他结婚吗？老爷都跟我说了，你们现在应该很开心了吧？终于了了一桩心事。我只跟你说一遍，你听好了，我谢妍跟那个疯女人没有半点关系，我不会和她结婚，我不会和任何女人结婚。因为跟女人结婚就意味着没有了自由，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，对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一直都是你们谢家的下人，是你谢大少爷的跟班，我没有资格生气，更没有资格提要求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。来来回回这么多次，我从这里搬出去再搬回来，无论是去公司上班还是在家打杂，都凭你一句话。从来没有我要什么，只有你给什么。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，应该比女人轻松多了吧？不用负什么责任，更不用在意什么约定，因为我不过就是爱丽丝的代替品，一条狗而已。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。订什么婚？儿子，既然你们两个都说好的，就不要。什么说好了？别听那个疯女人瞎扯，我跟她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放肆！相亲的人是不是你？在外面故意的人是不是你？身为一个男人，敢做不敢当，你这是个谢家丢脸。爸，我福念，叫他干什么？人家女孩子都亲口承认了，你还在这里推脱责任，不像话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没得商量。老爷，去多准备些厚礼，再去南海饭店订个豪华包，就定在今天中午12点。好。你干什么？订婚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应该由我亲自准备，哪能劳烦其他人？我会定好时间和地点，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，别迟到。
这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啊。对了，小夏怎么没来？哦，小夏呀，她死活不肯来，说是跟她的好闺蜜逛街去了，估计是不好意思吧。哎，在不在都一样，反正啊，她的事儿全听我们的。你就是小念吧？嗯。说起来呢，咱们俩还挺有缘分的。之前啊，有个白痴在马路上追着我，一个劲儿的叫小念啊，小念啊。今天见了你本人，我才发现他原来是在夸我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是夏君，谢妍的未婚妻。少爷他今天不在，就因为他不在我才来的。有没有时间啊？带我这个未来的女主人好好参观参观呗。少爷的卧室在二层。有吃的吗？我肚子好饿。蛋糕行吗？哦，不要甜的。刚刚啊，陪一个王八蛋在咖啡馆喝了三杯摩卡，腻死了。家里还有点虾，可以吗？虾好，虾我喜欢，麻烦你了。小夏这姑娘啊，我是特别的喜欢。孩子年轻，那咱们就找个日子赶快定下，咱就三金四银陪个珠宝，要不然那小严呢，特别懂事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大家今天抽空聚在这里，既然是为了我和夏小姐的婚事，那我这个当事人应该表个态。嗯，对对对，您说吧。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和你的女儿结婚的。啊，小严。那天她来公司跟我见面，正好赶上下雨天，我开车送她回家。一路上她就跟我说结婚的事情，说结了婚之后对我们两个都好，父母就不用逼着相亲了。我没同意，他就把我打倒了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。你在这里胡说什么？赶紧闭嘴！我有没有胡说的话，去调酒店的监控录像就知道了。我可是被夏小姐拖着进去，所以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本来我想说夏小姐是个姑娘家，我一个大男人栽在她手里挺没面子的，但是今天逼婚都逼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就只能说实话了。还有，我想给各位长辈一个忠告：强扭的瓜不甜。婚姻只跟幸福有关，不是任务。逼急了只会两败俱伤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要不要来一个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本来就是你们谢家的东西啊。是你们谢家，你马上就要跟少爷结婚了，恭喜你啊！口是心非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谢妍那家伙吧，虽然人不怎么样，但眼光还挺不错的。什么意思？其实呢，昨天晚上他呀。特别 man， 特别给劲。哎呀，不逗你了，逗你无趣。昨天晚上呀，
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夏小姐，你该不会是拿了烂虾来毒害情敌吧？啊？我那虾都是活的，夏小姐，你别吓我。夏小姐，我肚子。夏小姐，你醒醒，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喂，陈伯。大少爷，出事了！夏小姐吃了苏少爷做的虾，中毒送医院了，你快来吧。好，马上到。掉头，去医院。陈伯，他人呢？怎么样了？大夫说呀，幸亏送的及时。不然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回事？夏小姐突然来家，吃了苏少爷给她做的虾，大夫说食物中毒。今天这件事，我就不追究了。不管是不是你的责任，我们谢家帮你扛了。毕竟你在谢家长大，要说没有感情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你和小妍闹那些荒唐事，我都忍了。可是这次不能留你了，走吧，越远越好。以后永远不要在小妍的生活里出现了，就当对她好，也当报答我们谢家这20多年的恩情吧。我没有什么站在你身后，还有许多种。今天除了虾，你还给他吃了什么？小念，和我说实话，你想听什么？无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，并且我一定会保护你。但你要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在家里下了毒，他死了，你就结不成婚了。小念，谢言，谢谢你。谢谢你22年前在孤儿院中挑中了我，让我有了家，有了工作，还有了你。可我什么都帮不了你，每天只会给你惹麻烦，还害得你跟老爷和夫人不和，差点让他们失去了你，今天还差点毁了你的婚姻大事。小念，和我走吧，我们离开这儿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迟到的。少爷，以后这种事情就别再。
再开玩笑了。何必很晚了，早点睡吧。我不敢难过，只能沉默。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。再见，谢言。我幸运就得宠，装聋作哑为你一个，笑过哭过今天都沉默。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别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，无疾而终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，在梦里继续做梦。那天早上天还没亮，舒少爷就出门了，他什么也没拿，还和我打了招呼，我以为他去晨跑了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。那段时间大少爷就像疯了一样，没日没夜的找，找了整整三个多月，把所有该找的地方不该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半点消息。小严，你看小夏那事儿啊，都查清楚了。你是个精神有问题的男人，给小夏喝了下毒的咖啡。所以呢？所以你看，这报纸新闻都登了。小念要是看到啊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们不懂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该怎么办？过了大半年，还是没有舒少爷的消息，也没有人再见过大少爷笑。但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，直到那天早上。你好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有舒少爷的消息。小念，你说，大少爷就这样站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对方早就挂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舒少爷早就不在了，是车祸。
其实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来得及的，可是他没有钱，大少爷就这么疯狂地找他呀。他没有办法正大光明地去工作，只能到处打工。那挣的钱呢，只够吃饭和交房租。可能他以为撑过这段时间就好了，等大少爷放弃了就好了。可他哪知道，大少爷是不可能放弃的。回过头想，也许当时大少爷不去找，舒少爷就不会死。如果舒少爷自私一点呢，不那么为大少爷着想，最后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死要了大少爷的命。这两个人呐，当初要有一个人能放手，也不会落到这种结局。大少爷一直没有结婚，熟悉他的人呐，那都知道，他所爱的人的头衔和他车子的副座是一样的。任何人都不能碰，永远都是空着的，或者是早就已经被填满了。天色又暗了，双人床右边还是空的，一直都空着，想等不到你来了，该说晚安了，关了灯看不到你的颜色，原来你走了，原来只剩我一个。你说过的，做过的，爱过的，哭过的，都属于我的，让我怎能不痛呢？多想借月色勇敢片刻，吻去你所有委屈，想要保护你，要你永远都不放弃。爱身不由己，不可抗力，不为流言说分离。如果你也能愿意，在听吗？那些回忆不停陪我说着，我怕我忘了你曾给我的快乐，就让我痛着，让我继续没有你的灰色。你要能舍得，还有什么可值得？沉默的，坚持的，紧握的，想要的，全都是真的，是我爱你。
想借月色勇敢片刻，吻去你所有委屈，想要保护你，要你永远都不放弃。爱身不由己，不可抗力，不为流言说分离。如果你也能愿意，原谅我没学会珍惜，想重新爱你，不可抗力，牵你的手走下去，梦醒了你在哪里，梦醒了。Thank you.